Running Man 白帅帅合体系3600万票房，滞销卖腿萌萌哒。Running Man 班底见面会今晚在桃园巨蛋登场。在席跟王鼻子哥穿情侣装吼，开玩笑儿 ，Running Man 家族合体，全员以白金色系登场，至少放松福利露美腿一波哟。谢谢你们来看我们鱿鱼。Gary 下午被哈哈吐槽丑得像鱿鱼，粉丝晚上立刻线上。这样对吗？这样对吗？谢谢台湾。Gary 很丑，很丑。所以我们就是已经说好，就是一年一次。他们去年答应粉丝要合体回来台湾，今年实现诺言，见面会票房直冲3600万呐、啊，创下韩星在台见面会收入第一名。在西北要跳舞，艺人为难呐、啊，可身体很诚实。1, 2, 3, 4 I'm so sexy 苹果的 online 他们前面 fan service 真的做得很好，说不到